当你玩伪装者的时候，遇到了好装备的 AI， 你会怎么做呢？这把呢，我玩的就是伪装者。就在我路过这个工地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背着大纸包的 AI， 当时我看着他背着这个大纸包一摇一晃的跑，我是真的口水流了一地呀、啊！我还想进去把那个。你，侬呢？那破牛也。啊。顺利。不，这个人疯了吧？我打掉这个坏兄弟之后呢，我才想起来该让他把这个 AI 打死了之后我再出手，但是我就偏偏手贱没忍住。不过还好这个 AI 一直在咳嗽，应该是流血了，我就想着等他流血流死了，我就可以坐收渔利了。我虽然起了杀心，但是有好兄弟能帮我。他是不是给他把大姨妈打出来了？哦，大姨妈给他打出来了。他等他嘎，我们现在等他嘎。哇，你嘴还挺硬啊！现在还瞧不起我？Прямо смотри, это снайпер, сзади зашел, щетка, да щетка, мада。我在这儿骂那边的骂我，你得干我，他要嘎了。等了差不多十几分钟吧，这个 AI 一直没死，然后我就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就想着对他竖个中指，这样他就会打我，然后我再给他做掉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对他竖中指，他都不打我。对呀。哎，他不打我。Башка болит, бухать надо меньше。他居然不打我。等一下，我操，他忍辱负重啊，这是。就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好巧不巧的空头来了，一个大纸包和一个空头，我还是分得清谁是芝麻谁是西瓜的。我的发，好家伙啊，我跑了这么远连口汤都没喝上，然后呢我就想着回去看看大纸包 AI 嘎没嘎。结果呢，我到工地一看，这货身子骨依旧硬朗，我就气不过，就给他腿上来了一枪。结果嘛，你们自己看吧。不行，我们还在回去拿我们的大纸包。我人麻了，还没嘎兄弟。我3.42的好感度，不行，不能扣，不能打，我要把黑色好感度弄成满的。哦，他给我打死了。